美白的产品很多，包括口服的、外用的。咱们最常见的美白呢，大家可能都最知道的，也是普及率最高的，就是维 C。维 C，包括口服的药物维 C，也有好多含有维 C 的面膜、维 C 含有维 C 的保湿霜等等等等等等。究竟是口服的好呢，还是外用的好呢？我们认为呢，就是说是，只要看你治疗哪种美白什么产品。如果你本身有斑，比如说我含有雀斑，我含有黄褐斑，这个时候如果是你是雀斑。雀斑因为本身是遗传疾病，你吃维 C，外用维 C，只是在激光治疗完以后，配合上外用维 C、口服维 C，那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。如果你是比如说你得的是黄褐斑，如口服维 C 就有很好的效果。但是呢，如果我既没有黄褐斑，我也没有雀斑，我仅仅就是有点黑，我想让它皮肤更好一点。我们建议还是通过食补维 C，而不赞成你用外用产品，也不赞成你口服维生素 C 片。什么叫食补呢？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猕猴桃，号称维 C 之王；比如说咱们的橙子，比如说咱们橘子，这些带酸甜味的这些产品呢，它里面含有的维生素 C 就比较高。建议通过食补，来补这种维生素 C。这样呢，我想呢，它比你口服药物外用。